所以我们右手开始在 C，然后跳去 A，然后我们上去 B。然后下去，又上去再吸，所以从头，然后又上去吸，所以再来一次。所以我们第一个 chord 是 F major、F、A、C，然后 G major、G、B、D、C major、C、E、G、A minor、A、C、E、D minor、D。F A，然后最后是 G major G B D。我们前面几个 chord 是玩两拍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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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面四个 chord 是两拍，然后最后两个。第一个 chord 是四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最后一个 G major 是八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所以再来一次，前面第四个 chord，前面四个 chord 是两拍，然后第五个 chord D minor 是四拍，最后一个 chord G major 是八拍，所以。一、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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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两个手。三四。